那未来它在最近的一两天之内，它会持续偏西方向移动哦。在它移动在这一两天之内呢，它的强度上还有可能略微的增强，但是到了下礼拜一之后呢，它会接近巴士海峡之后，那开始速度导引气流会变得比较不明显，那速度呢会开始放慢，而且会开始北转所以以这样的路径上来看，我们预估呢可能发海警的时间点有可能会是落在礼拜一，发布陆警的机会也是不排除，不过我们还是预估呢它是以发布海警这样的几率是比较高的。